嘉恒他今天啊，已经跑了20圈了，这跟谁较劲呢？在跟他自己较劲。 趁热喝了吧，差不多了吧？什么差不多啊？已经一年了，我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想出去，请您不要再干涉我的自由了。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做的是心脏手术，不能做剧烈的运动，我怕病情再次复发。 你们真的很喜欢安排我的人生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出去。嘉恒，星星，啊，我想死你了！你这儿真是太远了，我来看你一趟真是太不容易了。 星星，给你唱首歌吧。你看，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吉他。这弦怎么断了一根？星星，肯定是安检的时候被碰坏了。星星，你别急啊，等我。老板娘，嗯，我还是要这个吧。好，我拿个新的给你。 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那个Martin木吉他的琴弦？好，我帮你查一下。乐器店还有保安，很高级啊。你好，老板，请问有Martin木吉他琴弦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最后一套琴弦刚被这位先生买了。啊？ 老板，
真的最后一套了吗？真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不用找了。这位兄弟，咱商量一下呗，能不能把这套琴弦让给我？这套琴弦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已经跑了好几家店了，我都没找到它，能不能把这套琴弦？不行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00，200让给我，行不行？200。师傅放开。不是，400，400总行了吧？600。600很多了，真不能再多了，求求你了，帅哥，商量一下，商量一下，好吧？不是，哎，我，这位大哥，咱商量商量，我是从中国重庆来看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的，这套琴弦对他来说真的很有意义。这样吧，我不需要一整套，一根就行。让开。考虑考虑嘛，600块，600块已经很多了啊！跟上。星星，你不要生气啊！我知道，这不是你平时用的那个琴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碰到了一个新加坡木瓜脸，他连根琴弦都不肯让给我，还凶我，简直就是个变态。星星，我要走了，这把吉他就留给你吧。在天堂，你要写出更多更好听的歌哦。兄弟，你至于从墓地偷一把吉他吗？吓死我了！我说了多少次，是借，不是偷。这把吉他跟我梦到的那一把一模一样，我需要它来寻找答案。你找什么啊？你又不会弹吉他，开玩笑吧你？你不明白的。随您，来，干杯。party 已经准备好了，嗯，兄弟，今天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，Let's go。什么惊喜？走，去了就知道了。走了。那我的吉他呢？让他们拿。走了啊。你们的房间是906。你好，你好。电梯在右边。谢谢。谢谢。于小姐，您的入住手续已经办好了，803号房，右边走就是电梯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Welcome, Mr. Luo. 欢迎来到 Mr. Panda Dream World。无聊。哎，哎，哎，干嘛？有意思吗？你有意思吗？兄弟，自打你手术之后，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总得庆祝庆祝吧？啊？我不喜欢这些。那你喜欢回家跟你妈、你姐待着吗？好不容易逃出他们的监视，还不放松一下？啊？来来，走了走，站这儿啊。洛 ，Are you ready? Music。怎么样，兄弟？你的重生周年 party 有创意吧？谢了，兄弟。哎，小事。哎，对了，我刚刚认识了一个姑娘，她说话特别快，哒哒哒哒哒哒哒的，我都听不清。你不是说是朋友聚吗？还有刚认识的。不是，是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喝多了，别说了别说了。802。就是你，
住802的。嗯，是的。一帮人闹腾了一晚上，别的客人还睡不睡觉？对不起啊。一大堆人闹得那么凶，吵都吵死了，竟然还理直气壮，哼，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好人。她就是我梦中的那个女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是谁？这跟穆光莲怎么了？她不会是个变态吧？先生、女士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？退房。是一起结还是分开结？分开结。我又不认识你，凭什么一起结？就当做是昨晚的赔罪吧。哼，你不提还好点儿。昨天晚上的事是用钱就能解决的吗？我很抱歉。现在抱歉有什么用？昨天晚上折腾我一晚上没睡着，你们折磨的不只是我的身体，还有我的灵魂。笑什么？不是，我跟他，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说，还是我结吧。不要，干嘛一起？要不就一起结吧。必须一起结了。Sorry 啊，穆冠莲，你个大男人，是不是经常出门不带钱？第一次。你打算怎么还我钱啊？跟我回家，取给你。跟你回家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我怎么样？啊！手机。啊！回家取了钱，立马转账给我，不然小心我报警。哦，转账之前不准把我删了。不然我要你好看啊，很凶的。我说兄弟，你这位漂亮的国际友人应该是被你得罪了。就是我梦中的房子吗？送我去个地方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拜拜了您嘞。他把我删了。哦，这位姑娘相当有性格啊，你的克星。开你的车。你们是不是废物啊？人都可以跟丢。嘉恒一夜未归，一个晚上都没有吃药，他身体的状况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该怎么办？
知道了，骆总，少爷在机场。机场？嘉恒在机场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马上把他带回来，如果他不回来，绑也要绑回来。是是。雨薇，我已经到机场了，你别忘了来接我。你要是敢忘了，你就死定了。兄弟，你需要的东西我全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但是，我话说在前面，是你自己要离家出走的，你别拖我下水哦。你们骆家我惹不起。放心，有事我背了。好，你说的啊。对了，到了重庆，记得替我向戴云溪问好哦。走了，一路顺风。你好。你好，拿铁中杯少冰多加糖。好的。你好。你好，拿铁中杯多冰不要糖。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喂。哦，你到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别催了，来了。车，信你个鬼！你就是打麻将去了。没有，健身去了。哎，好了，走。好的。骆大少爷，你吓死我得了！两年不见，胆子怎么变小了？我可没你那么大胆，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，我做不到。不欢迎我？好久不见。欢迎来到重庆，嘉恒。嗯。上车。好。谢谢。哥，刚才咱爸打电话说一会儿要去成熟火锅店吃火锅，所以先接下程风明。那我不去了，我可不想看见程风明那张丧气的脸。
我每次看见他，我打麻将我就没赢过，要啥不来啥。你还说你刚才没打麻将？就你那牌技，见不见他都赢不了。反正我不去，我一会儿，我去见个大导演。行行行，您是大明星，您见大导演，也没见你演个正儿八经的角色。哎，你还真别不信啊，这次就一大导演，我都已经拒绝人家两次了，再不去又太高调了，你懂的，做演员要低调。我信你个鬼哦！怎么样，嘉恒？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，一天24小时，除去睡觉，我基本上都在这儿。哼，一点都没变。你变得挺多的。以前，你哪有这么深沉啊？看完了没有，骆大少爷？我这个合同条件真的是最好的了，怎么样？和我合伙一起创业，听起来是不是 super cool？ 其实你根本都不需要我，也可以做得很好。而且我这次来是有其他的理由。请进。戴总，这是瑞克设计公司的团队资料，您看一下。还有供应商的面料送过来了，陆总监特别不满意，想请您去看一看。嘉恒，我没事，你去忙吧。行，那你等我。嗯。笑笑，嗯，借我500块钱呗。我那钱刚才打车都花完了，请大导演吃饭，我不得请人家吃点好的呀？咱得讲究，是吧？啊，说点好听的。于笑笑最美，于笑笑是全天下最美的女孩。收到。于笑笑最有劲儿，于笑笑金球永远拿冠军。差不多得了，钱要不要了？于笑笑最漂亮，哎。哎。啊，怎么样？饿了吗？带你去吃大餐。也对，你是该请你这个新的合伙人吃一顿大餐了。你签了。走啊，请你吃大餐，合作愉快。走吧。程风明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给我开门。程风明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可使用暴力了啊！程风明，你个臭柱子！我真是我。哎，我说，程风明。喂，嘉欣啊，你说他飞去重庆是干什么去了？他是不是去找戴颖熙啊？要是真的去找他，那我相对还放心一点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颖熙肯定能照顾好嘉恒的。我一想到他的身体，我就……嘉欣，你那边的工作忙完之后，先不要回国了，你直接飞去重庆，把他给带回来。
等他的身体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撮合他和戴云溪。好的，妈妈，您放心，我已经订好去重庆的机票，我会安全的把嘉恒带回来的。好，我真的是老了。当初嘉恒反对和鼎盛集团的投资协议，现在公司变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是我的失责。不是的，妈妈，您别自责。虽然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，但是您还有我和嘉恒啊。嘉恒作为公司未来的接班人，是时候承担起责任了。还好有你在，嘉恒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，希望他能够理解。我明白的。您照顾好自己，妈妈再见。好。你个臭柱子，你为什么不去新加坡？我机票都给你买好了。不想去。不是你。算了。程叔让我接你去火锅店，说一块儿吃个饭。不去。不是，一块儿吃个饭又怎么了？你爸和我爸都等着咱俩呢。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好。你不去是吧？你可别后悔。那我从新加坡带回来的星星的硬盘可就给我。我考虑考虑吧。我去，于笑笑怎么着？千秋怪，你等等。哎，来了来喽。笑笑，小酥肉趁热吃起。谢谢程叔。嗯，哎，傻小子，赶紧给笑笑端过去啊！笑笑喜欢吃这个，每次都这样。哎哎哎，老程，我下午买那西瓜，你给搁哪儿了？哎，来了来了，看我回去收拾你。哎，我这一来，你就把我拉到后厨帮忙，还说什么你的后厨休假了？我看你啊，贼心不死。老于，两个孩子羞涩，咱们大人少跟着掺和啊。哎，知道。Thank you.